大家好，我是妍妍，今天来大棚里面挑多肉。今天因为就是我们家老大嘛，他们今天在学校里面过六一，他说他想送同学们多肉，他想要那种就是抽奖的那种形式嘛，就是跟大家互动啊，做一个游戏那种，想用我们家的多肉然后来作为奖品那种，顺便就送大家嘛。我这会儿来给他挑一些那个九厘米的，就是他上次放假的时候回来跟我一起擦的那个小盆的九厘米的盆儿，然后我给他挑个差不多100颗吧，给他送到学校去。走嘞，挑多肉嘞，小朋友的小愿望还是要满足一下的。拿个盆儿，挑点那小小巧巧可爱的多肉，那小朋友应该很喜欢。就挑这种，丝绸面纱。火鸡、婴儿手指，这种橙露碧桃，这种小颗可可爱爱的，还有可爱玫瑰，可爱玫瑰我家挺多的，可以多拿几盆。可爱玫瑰，挑大一点的，玫瑰花。这盆还是要宣一会儿的。今天个七楼也漂亮，单头的也好看，我咋觉得这会儿都觉得好看呢？还有颜色的，小朋友比较喜欢有颜色的，有红的。哎，这彩虹糖还好看。放在嘞，你拿脸盘盘，你看全部都冒的崽崽。哎，彩虹糖。我好多崽呀！春天的风，噔噔噔噔噔，哎呦！一下，这花就是好的，嘿嘿嘿。小娃儿应该也喜欢，我想吃了也有。盆盆边边上擦哈子，因为台子啊太脏了都。这就牵成天罗地网了。有根根了。嗯，都有根根了。文银行准备哪门弄吗？还有，喊同学去抽，抽到一盆就是一盆，抽到两盆就是两盆。他说的，他是那样说的。他大气哦。嗯，五味东西，我也觉得它好大气哦。这个是哈密瓜，就是。嗯。飘过来了，你看我写的名字，到时候可以顺便教一下小朋友认多肉名字，贴了给他们贴在那个花盆上面，都是挑的小可爱，你看，宝莲灯，不是宝莲安娜，白月影，荷花。一杯冬云，然后丽娜莲，这个是北极熊，冰梅，然后这边的暗冰，千代甜之松，还有泡泡糖，还有白鹿，反正就挑颜色好看的，挑了。这会儿我姐在帮我擦花盆，把那个，因为我们是沁盆嘛，外面有点脏，擦里面的小朋友弄得到处都是。这边还有火鸡，你看我的火鸡都长得这么好了，都已经。是珍珠。因为我挑的大就是基本上就是说能有的品种尽量挑嘛，到时候小朋友可以就是你看你的是什么名字，我的是什么名字，然后可以探讨一下。我要把他们小朋友全部都带入肉坑。看这个草莓冰还挺好看的哈，几个头整群的。我把这枯叶子理哈子好看一些。对对对，这那边有好像，哦，那儿锅锅头还有，七螺，七螺，还挺好看，来，装着，装着，装着，噔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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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一下
嘿，我手机这会儿好多信息哦，五箱、两箱，新疆能发不？你看装了一上午肉肉，点信息都没回，等会儿回去好回信息，好多信息哦。走走走，开车装车，一二三，三大箱。箱子这样看着拼起来还挺好看哈，五颜六色的。你看这边这一箱，然后这还有一箱，三大箱，有120颗。这一箱是给我一个朋友带去的，他们家搬了家，然后给他带一些那个肉肉去，回去让他自己换盆儿。